大家好，我是今晚的 VJ 小优。是不是每天看到我们这些练习生穿的就是练习服，还不然就是舞台装，很少看到那个你们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私底下穿什么。如果现在给他们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就是要和朋友出去，然后打扮一下，然后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走一瞧。林俊在吗？哎嗨。你看，一开始每次在宿舍眼神就不太好，就可能会瞪人，就瞪到我有点怕。听说你其实平时对自己的穿搭就在这里受到限制有点不满，所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没关系，因为我们要融入群体，因为群体生活就是这样，对，然后统一嘛，对啊。哎，现在机会来了，就是穿你自己想穿的私服和朋友出去，然后不管是什么场合还是跟什么样的朋友，随便你，就我们很 free。Hello, yo bro. Yo bro, bro, 我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里面，让全民制作人看到，就是你除了训练服和舞台装以外，私底下是怎么穿搭。现在就只有15分钟时间，我来大长影视，计时开始。我来大长影视，今天带的这话太多了，话太多了，坏头，我们先赶紧下一位。15分钟到20分钟里面的时间，然后现在要跟一个朋友出去，是出去打篮球吗？就哎，随意，你要打篮球还是去种菜都可以，可是就是你就是自由发挥，你随意。15分钟吗？加油，那我们就期待。Hi Jeffrey。你怎么在这？就是你没有，其实我私底下就穿成这样，你不要那么惊讶好不好？你私底下？对啊，私底下就穿成这样，就剩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让你去换私服，然后向全民制作人展现一下你私底下到底是怎么样打扮的一个青少年。Cool bro。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来验收一下，准备的怎么样？哇哦！现在是要和谁出去？然后就是，什么样一个场合？和朋友出去一起去。是和我吗？和我吗？对，和 Jeffrey 一起出去，比如说去哪里？逛逛街啊，吃饭。还满意吗？各位满意？对，很好，我也很满意。你这是要走巴黎时装周吗？就喜欢就买一些有的没的就比较浮夸的东西，对，然后这件就是一件比较他浮夸的掉了。可是现在那么冷的天气，你这样出去合理吗？内心火热比什么都重要，来吧朋友，燃烧吧。就挖口，没有，我可以采访一下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就穿这衣服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自信吗？就你知道要起飞，你知道憋太久，就感觉自己是哪吒脚底下装风火轮。看到那么自信的你，我也为你感到开心。谢谢你啊。之前平时到底是压力有多大？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场合，然后要出席什么样的活动？带着弟弟妹妹，然后出去玩的那一种。所以对，其实我看到他这样子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给我感觉就要有点那种邻家大哥哥的感觉。摆个 pose。哎，你这个很时髦打扮，是吗？对，高贵又不失舒服。这边有一个金色的字，拖鞋是金色的。然后为什么要穿红色的呢？因为平常买菜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穿这个样子。所以平时自己在家也会做饭吗？很爱的一个喜好是做饭。你这样出现在超市买菜的话，是不是回头率很高？就是有时候也会想制造一些回头。不瞒你们说，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有到 A 哦 ，A 林彦俊哦，还要等一下，好等，等一下是吧？我面包吃完了啦，老天爷，面包没了 ，call call call， 喂，哎对对对对，
就是从我们等到今天晚上王牌，对对对，他叫林彦俊，然后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今天这个风格是什么场合，你干嘛？就是肚子疼吗？还是尿急？没有，就是对，就是居家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出席重要场合，哎，都还不错。我觉得这个鞋子搭配的特别有创意哦，对，很有时髦。就是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居然就是哎，这个帅哥长那么帅，哎，结果还那么舒服，哎，原来是拖鞋的关系。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玩一些，对，你知道，就是一些小巧思这样。所以你觉得你这样有比训练服好看吗？我觉得是训练服是比较好看的。既然我们请到了那么。最近那么鼎鼎有名的就是香蕉梗王林彦俊，然后我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一个 ending 吗？好，今天这个偶像练习生之师傅环节，好不好？我们就在这边快乐的跟大家说个晚安，然后另外也请大家多多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然后 follow 一下我们最新的动态，好不好？然后到底穿的显瘦到底是不是真的瘦，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下去。对对对，希望他能够真的瘦下来。OK。